行。欢迎两位哈，怎么了？我觉得他讲的那些矛盾没有那么夸张吧？你觉得妻子有点夸张哈？对，两个宝宝啊？对，双胞胎。男孩女孩？两个女孩。小片里有句话说，为了他回到老家是吧？是。在哪儿过去工作？过去在南京。然后现在回安徽还是做厨师是吧？回安徽干了金融行业，前一段时间发生过一心交往的问题，然后现在还干厨师了。好嘛，还挺复杂，咱们一条一条线索来哈。妻子，你的不满意是什么？就是在家庭方面嘛，他家务事也不做，衣服乱扔，家里面随便在哪都能找到他的袜子，什么宝宝奶粉罐上呀，宝宝的那个围栏里面呀，有一次宝宝都拿到嘴里吃了。那也不是我故意的，对吧？你看我袜子揣口袋不行，然后放那个柜子上、鞋柜上也不行。有几次他把我扔掉了，然后但有两次也确实是我不对，我放在宝宝奶粉上面了，然后放在沙发上面了。但是对于上班的人，哪有那么多细心的去布置一下呢？对吧？听明白。你就不能放在卫生间让我洗吗？这应该算生活没有条理或者比较邋遢。对，然后就是他休息吧，我想说你就是早上吃饭他先吃，然后我再喂宝宝，然后他吃完了，我说那你喂一下吧，我再吃饭，对不对？结果呢没到几分钟就说，哎呀不行了，宝宝头掉到饭碗里去了。关键你是全职妈妈，我是上班的人，我也不可能像你带的那么细心那么专业，对吧？但是孩子他是想跑，一头栽到饭碗里面，那个饭碗就盖到他头上。行。还有就是他工作上面，结婚前嘛他就有过，就是他朋友结婚的时候，我们一个桌子上面，他旁边是他认识的一个女生，他就没有顾及到我的感受，就一直在跟那个女生说。主持人是这样的，一桌子都是我哥们，然后就狂敬他酒嘛，因为他也是单身，然后他就认我一个，然后我就劝了他几句，我讲你少喝一点，就劝了三次吧，完了他就不乐意了。回来完了还说我中央空调，我说我没干什么，无非我就跟他多讲两句话了。如果说你真的因为我跟一心讲话的话，你生这个气，我真的没必要，太小心眼了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一桌子上我也只认识你一个人呀？但是我也没跟你，不是没跟你讲话呀？你根本就没理我，这个就算了。然后结完婚之后，他去上班了，第一个工作，他说他在同事中认了一个师傅，是个女的，要跟他学习什么东西，就经常跟他聊天。有一次我看到他给他发了一个么么哒。然后完了之后我查他的账单记录，在那个蛋糕店里面买了蛋糕，我知道他肯定是给那个女生买的呀，对不对？你讲的这个事情你不觉得你自己有过错吗？对吧？我跟你说了，那个是我师傅，我想学他的一点手艺，对吧？我可能去，你可以感谢他呀，你为什么要发么么哒呢？你听我讲啊，我是买了一点东西去送给他吃，然后呢东西学到了，然后我就发的微信，就是感谢的那个表情，那个具体发没发我不记得了啊，但是从那以后，我一下班回来，手机就是给他交给他，从看每一个人的聊天记录，仔细到每个人讲什么话，然后查完过后再看那个零钱明细，每一笔钱，哪怕是一分钱花到哪，都要看得清清楚楚，没有一次不查，天天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后来对我实在是太抠了。什么意思？我在这里说，我都感觉有点丢人。我就有一次，因为我们开了一个小店嘛，旁边有家水果店，冬天卖那个栗子，我特别想吃，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生了两个宝宝，经济上不是有点紧张压力啊。那天早上看着热腾腾的，我就好想吃，我就买了6块钱，就6块钱，他就在那里。你看你又来了，你这个事情我已经跟你承认过好多次错误了，对吧？那天是这样的。那天下着雨，早上嘛肯定生意要差一点，对吧？然后我心情不好，就看到他拿着个袋子在那装栗子，就冲他吼了两句，我说你少花点钱，对吧？完了他就哭了，然后就打电话给他妈了，然后就回娘家住了几天。对啊，我真的特别委屈，因为我没想到我花这6块钱，他在那个小摊面前冲我发火，我说别说了，大不了以后我就不吃了。他还在那里继续说，就是感觉外面人都听到了，我感觉我真的在那里待不下去了，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，我说我跟他过不下去了，他现在为了6块钱他在这里讲我。这些事情我已经承认过好多次错误了，对吧？谈恋爱的时候我对他确实舍得花钱，结婚了嘛，毕竟是两个宝宝，生活经济压力肯定是有的，我觉得有的钱是该花，有的钱是花在
有用的地方，比如说是花在家庭啊，多为孩子付出一点。你那个，你挣的钱是交给妻子管还是你管？你们家谁管钱呀？开始是他管，后来管着就管到我身上来了。现在挣的钱都在你自己口袋里。我给你管，你管好了吗？现在就是我买什么东西，我都得跟他说一声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我都会跟他说一声。然后完了，他对自己抠，对我抠，对宝宝抠，对吧？我都能理解，因为你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嘛。但是我不一样，我只对我自己抠，我没有对你对宝宝抠。我嫁给他第一年，就是我在家的时候，我妈妈每年都会给我买新衣服。但是因为嫁给他，经济我知道紧张，但是我还给他买了新衣服，我自己都没有买。听明白了，所以你也很委屈是吧？其实这些我都挺还好的，可以接受是吧？对，因为为了宝宝嘛，我都能接受。但是我觉得他不关心我，觉得对我还蛮难过的。他对你的不关心，除了例子之外，还有什么事儿让你觉得不舒服啊？就是后来发生一件我觉得更严重的事，就是第一年的结婚纪念日，他居然说给我忘了。就是我提前了好几天，我跟他说了会的几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，然后那一天我真的我在家，我觉得他会给我带点什么，哪怕不贵重，我觉得你心里面记得有我就行了。但是他什么都没有，然后你说你忘了就跟我道个歉呗。他跟我说，你都结婚了，你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你不要那么梦幻了。这个是我的错，但是也不能完全说我个人的错，对吧？因为是工作的事情，以前都是他陪我去店里，然后就那一天结婚纪念日，天下着雨，他自己在家，然后我从早上9点钟到店里，然后晚上7点钟，我一直就没离开过店。啥店？就是卤菜店。哦，卤菜店。熟食店。啊。挺好。对，然后我就是忘了，然后那你跟我道个歉呀，你为什么说那种话？他后来还说，你要不把一年要过的节日都列出来。那是气话好不好？他说我就按照你列的给你过就行了。因为这个事情他不依不挠了好几天，然后呢我跟他讲话他还是不理我，不理我我就说了一句，我说你以后把一年多少该过的节列个名单，怎么过怎么过。这个话是我不对，但是那是气话，你不能老是放在心上。你觉得你先生心里还有你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他对宝宝还是挺好的，就是感觉他做到了一个好爸爸，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做到一个好丈夫。这没有做到好丈夫是因为他不关心你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可能是你误解了，对吧？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也是当父母的人了，对吧？你更多的是为这个家庭，而不是就是这样一味的沉寂在爱情那个谈恋爱的那时候那个阶段了。至于省钱这一方面，我也确实过了。比如说不讲道理了啊，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？可以。确实是给师傅买蛋糕。对对对。这给师傅买蛋糕就是为了学习，还是有别的想法？真的，因为这聊天记录我都没有删，因为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你查就查就是了。但是他就想到其他的了，对吧？那为什么会为了异性而重新要开店呢？这是你自己说的吧？你刚才说后来发生了一些跟异性的问题，我就不做这个了，我又回去做厨师了。你说的原话对吧？哎，对对。指的是哪件事儿啊？就是他不是又换了工作吗？又认了个女师傅。哦，这个没听到呢。对，我刚刚准备说来着。然后，因为他们在镇里上班，公司在市里，他们每周一周五都要开车去，就要去市里开会。他有车嘛，就是经常会问他要不要一起去，然后最后发展到那个女生说你在哪，我在哪，你意思就是说你我在这儿，你直接过来接我就行了，就又被我看到了。关于这个问题，那是他的错，也就带带他们。然后有好几次，我为了再顾及他的感受，我自己都是坐公交过去的，然后也自己坐公交回来。那不是我跟你吵完架之后才做的吗？那你怎么不觉得我为你着想了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你来想干嘛呢？我就是想让他在家里面多帮帮我，在外面跟女性交往有一点界限感，你不要老是主动的去找别人。他现在不就开了个卤味店吗？他还怎么找呢？不是，他是孩子8个月之前开的是卤味店，现在呢？现在是在外面做厨师。哦，又去做厨师了。对。哦。然后呢，就是对我，对吧？我不要你多大方，最起码你心里面记得我，每个节日会送点小礼品，就是那几块钱我都会很开心，就是你心里面有记得就行了。我不需要你说什么很贵重啊，999朵啊，什么钻戒什么，我都不需要，我就需要你记得就行了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以后肯定会
稍微的收敛一点，对吧？但是你觉得你什么问题收敛一点？就是是过纪念日还是跟异性交往？咱把这问题说清楚啊。都会有异性交往方面。咱一个一个说。异性交往方面，我都会改变一点。然后，至于花钱这一块，我会就是讲多为他付出一点。但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一点问题没有吗？你在网络上面跟我聊天的时候，你是一个很温柔、很贤惠的人，而且有几次我生气了，你还会去哄我的那种。但是我回来跟你结婚以后，你是什么样子的？动不动就发脾气。就是前两天的事情，我在超市，跟他买那个酸奶，他之前一天已经胃疼了，我说胃疼冰的少吃。我的妈，他在大众场合不顾任何人的感受，就一声吼起来。搞得人好多人都看着我们，我感觉很丢人。就不想让我吃那五块钱的酸奶。那你看，主持人，你看，因为那个六块钱的栗子，他一直跟我耿耿于怀，过不去了。问一句啊，吃了吗酸奶？我是买给宝宝吃的，然后他就在那一直说让我不要吃，你知道吧？你吃了吗？然后我没吃，我喂给宝宝吃了。哎呀，那你就吃呗。你要觉得酸奶很重要，你真的很介意这事儿哈。就介意那六块钱就行，你说先生的我们听明白了，你的期望我们听明白了，对吧？能够再多帮帮你。还有一点，还有，就是他总是说我结婚前怎么怎么样，很温柔，他从来没有想过我结婚后为什么会变得现在这么暴躁。我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，我很累，我想要就是你回来的时候主动的带小孩，然后跟我沟通沟通，聊聊天。他从来，好像只有我叫他的时候，他才会做这些事情。你觉得这完全是我个人问题吗？我每天早上上班是七点半起来，然后晚上五点吧，然后回来就要做饭，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带孩子。我更多的认为你太过计较了。你觉得你每次都说你在家就是带小孩的，你就是该洗衣服的，女人就该做这些事情。如果你不做事情的话，我干嘛要娶你？是不是你说过的？这个话是讲错了，但是你觉得各有分工嘛？所以你们俩想到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呀？就希望他改变。你觉得他有什么需要改的吗？脾气，最大的就是脾气啊。想不想好好过呀？想。真想哈？真心想。我来这里就是想通过爱情保卫战能解决我们两个最根本的原因。你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在资料上看到你们三月份第一次见面，然后开始异地恋，六月份回到同城，七月份就订婚了。等于说你们仅仅是一个月的共同相处时间就决定白头偕老。我们怎么可能跟对方相处一个月然后就相许终生呢？谈恋爱是大家经历热恋，然后开始平淡，开始争吵，最后我们吵不黄，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彼此适应，才会走向婚姻。你们把争吵的这部分拿到了婚后，才会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。而问题的症结是你们没有办法理解对方的难处。先问一下女生，你在婚前工作过吗？工作过。那你会跟男同事有一些基本的交流吗？会。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你们那天去参加朋友婚礼，他当着你的面劝朋友说少喝点这件事情，我认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这是基本交流。而且当着你的面，当然么么哒肯定是不对啊。第二点，这个袜子呀，往哪儿放，宝宝的脑袋是否掉到了饭碗里，这种小细节都不值一提，在生活中都是难免的。男人嘛，就是和臭袜子放在一起的。不是，为什么男人就是很难注重这样的细节？你这个啊，你不能说我们就是和臭袜子放在一起的。你说他们跟臭袜子是一个味儿的臭男人，我们可以理解。你不能说和臭袜子一样，是吧？哎，就是我们女人要抓大放小。不要去注重这些细节，咱较真儿的就是那六块钱。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你自己能赚钱，你吃那六块钱的栗子，他敢不敢说一句话？不敢。所以在这儿，明白吗？
我一直在劝女生，你一定要有自己赚钱的能力，然后一定就是我花钱的时候底气就是足，我有自己的生活圈子，你现在就是憋的在家里头，实在没什么事干，拿查老公手机当一娱乐项目，所以要有自己的生活。你可以暂时因为双胞胎的宝宝忙家里的这些事情，但是要有自己的闺蜜，要有朋友，要出去社交，好不好？这是你的问题。你知道一个女人带双胞胎的宝宝有多难吗？我生一个孩子，然后我们家有其他的这个人帮忙照顾，等于我们两个人带一个人。我每天不录影的时候，在家里只有晚上10点以后到12点这两个小时是我自己的时间，其他的时间你就会不错眼珠地盯着这个孩子，他吃了，他拉了，他玩着，他闹着，他登高了，他望远了，妈妈是非常非常辛苦的，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公给予无限的理解。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特别不爱听啊！你不就是一全职妈妈吗？所以家里的所有的事情都要你干。我告诉你，在家带孩子绝对比上班要辛苦。我知道你工作压力大，我知道你很难，但是我觉得夫妻之间是要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的。你们俩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？不是吵架，是换位。你有休息的时间吗？有。星期几？星期六星期天。好，你们就找一个星期六星期天，你俩换工作，你出去找一个兼职，就周末的这种，7点钟就走，你就在家给我带孩子。晚上你7点钟回来，你接手或者怎么样，你爱帮忙不帮忙，你也可以像他一样不帮忙，你就带2天，你试试看，你就可以知道女人带孩子有多难，你就可以知道男人在外面赚钱压力有多大，他是不是需要和其他人有一定的交流，在婚姻当中要彼此的理解对方的难。我不要求做到感同身受，但是我们要相互温暖。祝你们可以白头偕老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朱琦老师，左岩老师说了，就你们互相不了解，为什么互相不了解不懂对方的难呢？因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两种价值，一种叫社会价值，一种叫家庭价值。你们做了一个分工，但是分工带来了隔离，你身上只有家庭价值，几乎没有社会价值，你只有社会价值没有家庭价值。在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理解不了他的家庭价值，他理解不了你的社会价值，最后因为你们互相不了解对方的价值，导致你们互相在漠视对方，最后你们陷入了一种情绪的恶化。所以我非常同意左岩老师刚才说的，一定要互换角色，了解对方的价值，才能够真正的理解对方的好。就这样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陆琦老师。你来我们这个节目想解决两个问题，一个是让他的胸怀大一点，另外一个呢让他的脾气要小一点，这两个改变跟爱情有关吗？6块钱都不能花，酸奶不能喝，那是留给孩子的。实际上你吝啬的是钱吗？你吝啬的是你的对他的感情。你的两任女师傅，一个买蛋糕，一个要送人家。你可以关注到右手边的这个同学，他要少喝点，你本身还是个情感丰富的人，恰恰你最应该把自己的情感关注到谁身上，这一点忽视了才是你吝啬的地方。而女生呢，你虽然流着眼泪，但是同样你也吝啬对她的爱。老公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为你而来，为你换了工作到你身边，他在外面是在做一些自己为家庭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能多去理解理解他呀？为了一个酸奶，同样都是知道喂宝宝，但是为什么就在那个场合就要跟他去闹呢？你的脾气大，你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的状态调整一下呢？其实你状态调整好了，也是对他的一种鼓励啊，对不对？不是你一个人苦，他也苦，两个人都改一改，这个家庭最核心的是爱情，有了爱情，宝宝的未来也会幸福，你们也会幸福的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你给其他的女人买蛋糕，你送他们上下班，却不愿意给她买酸奶，不愿让她吃6块钱的栗子。很多结了婚的男人都会认为她在家干任何活都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之间是自己人。但外面的女人是不一样的，外面的女人因为我要跟她一起工作，
因为我对他某种需求，某种虚荣心，所以你会发现，其实你在外面的女人面前，你是脑袋往上看，而在家里，你是眼睛朝下看，这已经成为你的一种惯性。但是你要想想啊，别的女人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莎士比亚说，因为不了解而结合，因为了解而分手。你们的婚姻太过于冲动，但是冲动过后，感官上的喜欢褪去之后，剩下来的那些不了解和那些磨合才。进入抖音真情60秒。
刚认识你的时候，你确实挺好的，但是我不知道，也许像老师们说的吧，我不了解你在外面的艰辛。我以后我会改，但是我希望你也能改。你自己其实也挺好的，就拿你对我父母那个态度，我就很欣慰。但是你这个脾气呢，我希望你能收敛一点，对吧？胸怀我也希望你大一点，因为我们两个带孩子确实不容易，维持一个家庭真的很不容易。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很难走到白头偕老。就是我希望你在做一个好父亲之前再做一个好丈夫，让我能感受到你对我的关心。我会的。这不就挺好的吗？要什么就直接说嘛，啊，以后再具体点就更好了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器官们，得看看这一对，他们如何选择，请开门。我就知道那是爱。就消消气吧。现在也不是吃栗子的季节，我跑提前买了一点栗子。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记恨这件事了，好不好？咱们以后一起过好这个家庭，可不可以？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来，我们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好好的，好不好？不要再跟我吵了。我知道你也挺难的，其实我们互相多理解一下对方。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我们不为自己，要为双胞胎想一想。